去年才成立的高雄啊高中小海洋舞蹈队，今年第一摆报名台南市学生舞蹈比赛，以台江流血海尾寮为题材，编排出作品《海尾蚊仔鱼游记》，讲的是渔夫到安南区外海掠鱼，发现到这片海堡新生地当中，还原台江居民掠鱼啊的风情，甲鱼啊烧水、生水的高水模样。融合了在地文化跟舞蹈元素，那很开心这一个舞蹈团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，那么在这一个老师辛勤的指导之下，那么孩子也非常认真的练习，所以第一次参加台南市的舞蹈比赛就有非常好的成绩，我想这个是我们全体的教师还有师长们大家都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学校为暑假开始为这群对舞蹈有兴趣的学生加强训练，希望借由舞蹈基本功夫的累积，让动作更加的好，同时提升身体素质，培养团队精神。我们这次初赛的队员其实蛮多都是第一次初赛，甚至是有些是第一次上台，所以其实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当然训练的时间呢，其实他们也是咬紧牙根，就是陪着我们一起，就是进入到舞蹈专业的训练这样。那当然到最后就是公布名次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我们练了这么多次，我们得了第一名是有意义的。第一次参加舞蹈比赛就拿下第一名的好成绩，实在是不简单。明年二月也将代表台南市参加全国比赛，希望会当再创佳绩，争取荣耀。台南市民俗会采访报道。